見て見て。来，量子战舰队全自动战斗。啊，量子战舰终于是五星就达成了。舒坦，量子战舰希尔，因为自动战斗啊，中段常会打出一些不堪入目的操作。啊，没事。那我们来感受一下量子战舰队的这种爽感吧，就是敌人纵使他原本没有量子弱点，但我们的伊拉呢可以把他挂上了。好，我们的战绩也是一点，好，赶快补，补四点变成五点，来注意，爽。小怪了，哼哼。可以，干吧，你。回去找，回去找了，我不能吐槽。動じないで。答え見つけてごらん。好，一次就好。一とと。一、二、三、頑張って。ガツンと来るやつでいこう。哇。へえ。蝶と共に散れ。スターレイファントム。可以补到六点喽！所有一体，今日那，一、二，动じないで，哼，二倍速ってこんなもん？陰陽転換。頑張って。答え見つけてごらん。不到六点。へえ。蝶と共に散れ。スターレイファントム。答え見つけてごらん。二倍速って。じゃあ、蝶と共に散れ、スターレイファントム。人数数量的。那，相比那个六六六点，然后还太大。ちょっと来るやつでいこう。两个。消化消炎。今日那来范围这样一二大招果然又又又又陰陽転換OK 二倍速ってこんなもん变了只能慢性就好見つけてごらん。他的战绩点直接。見つけてごらん。哼，二倍速ってこんなもん。蝶と共に散れ。スターレイファントム。人事なす。哼。ガツンと来るやつ行こう。一、二。拿起来，拿起来，碎啦！好，来给各位看一下刚刚的面板哦。希尔是长这样，给各位做一个参考。好，啊，银狼，
来，接下来是哈娜比花火。不选。好，那以上就是哈娜比玩这个量子战舰队的一个实战表现了。那不知道各位看了什么想法呢？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哦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视频，又或者是直播上再见啦！感谢各位的收看。